大家好，今日是4月15号星期四收市之后，恒生指数都闷咯，我不会说曳的，因为为什么跌幅呢曾经试过370点，但是收市其实就跌100点左右嘛。同埋讲真，你就算真是收低low都好，你得个1100亿成交，其实你不会特别去担心，你只是会觉得真的很闷，即是日升日跌这样的格局，同埋你会知道是 A 股拖咯。上证指数日中跌过40，结果收20，咁其实亦都唔系啲咩跌幅啦。你话科技股好差咩？快手差咯，快手穿底咯，即系下方就冇乜得好受，因为半身股咧最拗教就系穿底，下方冇支持。咁但系你话 ATM 嗰啲，其实即系我想提大家就系话，我唔觉得政策个阴霾仲大咯。阿里罚咗啦，好多人都睇法开始转正面，我就短线 OK 啦，松一松啦，中长线咪继续有个反垄断，你都唔会高增长，弹咯。咁腾讯、美团以及一众所谓平台经济，咁中央俾一个月时间你整改嘅话，一个月后都改晒啦。所以我唔担心佢哋会俾人罚款，其实呢个系间接放生。咁所以今日 ATM 嘅跌幅1%又唔穿底，其实就唔使担心。我总之就话俾大家听，而家个市系闷啫，但系唔淡嘅。所以我贯彻翻过去几个礼拜，其实我唔会觉得大家应该仲去做淡。买嘢嘅话，咁啊继续留底咯。科技、生物科技呢啲，我都讲咗几个礼拜，未淡啫嘛。但系你见佢跌咩冇噶？咁啊，今个礼拜就讲埋就系外围 Tesla 同鸭子啊，即系我谂大家相辅相成啦，都系破位向上，我谂都系创历史高，所以可以跟啲科技啊，即系鸭子 ETF 嗰啲，你又可以去部署一下。我谂整体当个市真系企稳回弹嘅时候咧，科技、生物科技、鸭子呢啲嘅 ETF 咧。都是你应该现在入手就准备去部署一个反弹浪。